个影片。对，我们那边少人嘛，整体往那边也是。这个关系不大。做大同的话关系不大。Because this is a big paper tube, it's never come inside. 做那些窄的桶的话。The short paper tube 那种。长一点的话，重心很平稳的掉进去。重心这么窄的话，它重心不稳的话，有时候后面靠下来。差不多了吗？是吧？